江四岸呢是武汉最核心的地带，所以发展两江四岸的夜景呢，首先从武汉市委市政府的角度来说，是要打造武汉的城市名片，那么增强整个武汉市的城市的吸引力，吸引投资。那么第二块呢，两江四岸也同时会是武汉市民最集中的夜间生活的场所，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一个工程的打造呢，也是为老百姓服务，为他们提供更加丰富的夜间生活。那么最后呢，整个夜景照明的投入也并不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产品，那么两江四岸的夜景也会极大的促进武汉的这个旅游的发展。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沿江的游轮以及沿江的酒店餐饮都被带动了，那么这样可以拉动整个武汉市的夜间经济的发展。以前呢，我们知道欧司朗的产品口碑很好啊，产品的质量很好啊，但是我这次直接面对的接触，我觉得最深刻的感受是居然服务也很好。那么欧司朗作为一个国际大品牌的公司，那么它的服务呢和我们本地的中国国内的企业的服务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个是我最给我惊喜的一点。欧司朗很重视两江四岸的现场服务保障的工作，那么在两江四岸的项目里面安排了七个项目管理人员常驻现场，35个现场服务工程师进行项目的跟踪的调试和设备的安装保障，那么让甲方充分地看到了进口厂商在应对中国的大级类的这个工程项目里面的勇于担当的工作精神。有一件事呢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两江四岸建设的时间段呢正好是武汉每年最冷的时候，尤其是2015年武汉经历了一个严冬。那么在整个项目的现场呢，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欧司朗的现场服务工程师都是跟着我们的建设工人进行同步的实施的一个保障。那么为了赶工程的进度呢，经常是加班加点连夜进行调试，那么在楼宇完成移动安装，那么我们跟着在夜里面就进行现场的安装调试，以保证这个工程的进度。